令人疑惑，有一台电风扇。我外拍学校。对，外拍学校电风扇。我们又要去外拍了，后面有人露胸。干嘛？现在身体去那边不都那个吗？不雅姿势。你刚刚先把这打开、啊。你打被黄标。不会。我刚带了一大包零食，要去。到底是拍照还是野餐？野餐。好的，来吃。衣服有带，昨天买的 banana chip。衣服有带，加法有带。banana chip 有带，袜子跟蛇有带。赶快想哦，什么东西没有带的话还来得及。现在有点悲剧，是觉得。我一直想着我昨天晚上一直想着天气，然后现在怎么样？这天气是否有一点阴？我操！等下去基隆就有很大太阳。好的。这个真的是太变态了，对，又没有那绕在后，然后往上抬一点就有不该出现的，哇哇，不能播，体力用完了，还没开始，体力已经用完了，我以为是动了停止而已，小心不要跌倒，好热。烦哦！拿出来啊！阳光太亮也不行，阳光太小也不行。太小可以，不可没有。我看他吃了吧，我没法吃啊。他嘴都已经被粘住了。你讲话不要太用力，我怕贴的东西移动。浪漫。浪漫。浪漫。好浪漫的，只要我就是一个回音器。终于要开拍了，然后我刚刚被雨淋到的感觉，有一点要下雨的感觉，但是我不敢讲。这个地方是做什么事情会比较好？那手牵手做色色的事情，不是你走太快了，还拉住拉一下你这样子，等一下人家嘛之类的，等一下人家嘛。我远看真的觉得很像一包卫生棉粘在他的脸上。我包的，不好意思哦。茶动作，做个倒茶的动作。然后今天就假装个，拿第二只往他嘴巴放，好敬业哦！过期两个礼拜的丸子，他竟然咬下去，真的假的？丸子是好的哦，丸子是好的。我们这边是很热的小精灵们，好热。现在怎么滴？就让它在这边有点渗血感觉，就让它在口罩上面。没有办法吗？要嘛就直接往它嘴挤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你把它吸。真的很像卫生棉染血。你真的好坏。喝什么？喝太多了吧？哦，真的。卫生棉染血。吸不进去。来预备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像擦口红哎。三、二、一，颗。多颗几下，多颗几下。好。你要对他咳，但是你往外面咳，你不要对他咳，是吧？还要吃。来再一个。所以现在我们要为了你们明天烂掉的部分。要把衣服弄脏吗？弄脏，弄脏，要弄脏，弄脏。Really 啊？怎么弄脏？好恶哦、喔！等下还要拿用车。而且还好多蚂蚁哦。哦，你要不要直接拿去下面的石头地啊？我觉得草上等下你会带一堆虫回去。海豚都对，就留在这台。
你先踩一下试试看。踩里面的，踩里面哪有用啊？这边就蛮自然的，这里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咖啡渣，血渍。这样哪会脏啊？谁会开车？谁会开车进来这里？小朋友啊，小朋友很漂亮，小朋友用驾驶的权利。骨折了！不要喝点东西就这么烫。我们现在真的很可怜，我们来吃豆腐村，来吃马铃薯大酱锅。看一下里面，为什么这大酱看起来没有很大酱？这颜色看起来就像泡菜汤一样。还在辣椒店开始的，然后快速动作，可是它蛮臭的、啊。完全没有什么味道，追求臭的人，吃这就是要吃臭啊！大酱臭，嗯，对。那你有吃过那个吗？臭豆浆吗？没有，但是好像味道是不是差不多？但是人家说臭豆浆更臭啊！我没有吃过啊，我也没有吃过。